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贺兵阿德。那阿德今天带各位来到这个地方呢，是接受了中伟的邀请，他要帮人气女团彩虹女孩来拍摄 MV。那我今天呢就是侧拍小天使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赶快去看一下彩虹女孩他们说话的过程吧 ，Go。化妆中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呢？化妆中呢？我们时间呢也不要浪费，我们就来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吧。我们先从那个妆最不完全的这位 Yovia 先，我就不带她的正脸了，以免大家吓死。好，那我们就往下走喽。这位是谁？这位是软吗？是我。软，好的。对，是团长软软。那我先来问第一个问题喽，哈。你说。请问一下，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你的头很痛？它好像绷得很紧哎。但其实它绑得蛮舒服的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是你要帮忙看吗？我不需要，你们漂亮就好了。对啊，反正我不管怎样都很漂亮。反正我不管怎样都很漂亮，都很漂亮，都很漂亮，都很漂亮。哇，你真的很敢说哎。对啊，不然怎么当团长？啊，也是，也是，也是。那请问一下你最满意你身体的哪个部位？眼睛。对，请问一下，妈妈掉到海里跟眼睛瞎掉，你要放弃一个东西的话，你要放弃哪一个？我要放弃，当然是。不然怎么办？我正在公开频道说，我希望我妈怎么样？不可能吧？现在心情怎么样？很饿，我觉得你好像很饿，你在吃鸡。我很饿。好的，我们继续往下走。那你现在心情如何呢？我现在心情我非常想睡觉。你非常想睡觉？我想要问一下，你们四个就是成团，就是你们在一起跳舞多久了？一年多，一年多。那想必你们应该知道彼此的一些八卦，你要不要爆一些料？你们团员之间有没有谁的形象就是最大辣辣的啊？就是最会放屁，或者是当众乔奶之类？就在我旁边这位。你会当众乔奶？对，他也会啊。你说他吗？念念吗？对啊。哇、wow, ，他都还没完妆，然后一直 cue 他，然后他就一直大素颜入镜哎，我的妈呀！念念现在心情是怎样？有没有觉得突然间觉得交到损友的感觉？太早了，就是太早起了。哦，没有睡饱就对了。没错，没关系、啊。天哪，我发现你很难聊哎。你要早上真的很难聊。哎，大家都访问的差不多了，Yovia也稍微可以了吧？稍微，你都稍微可以看吗？稍微可以，稍微可以，稍微像人。可以啦，你很 OK。其实我觉得 OK 啦，绝对不会看出来那个是遮瑕吗？哈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我们都没发现呐。哇，你今天的造型是走一个冲天炮的路线吗？没错，我是一个很 hip hop 的人。哇，你们的造型是很特别，他的发型非常的。远远的就知道是他来了。这位设计师叫猪皮。这位设计师叫猪皮。猪皮你好。哇，他也是很淡定的一个人。你这个发型在紫光灯下是不是会反光啊？当然，在太阳光下就会反光。欸、有没有人说有点像超级赛亚人？超级有。超级有。好的，那你们继续说话吧。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，给你们一点空间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好啦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请看一下，这位是一定要听老歌才有办法做头发跟保持愉悦心情的念念。真的。还有，你只要一瓶草莓多多就可以喂饱它，养它很省，只要12块。只要12块。还有鹅鸭面线。哦，还有鹅鸭面线，对对对。早餐一定要吃鹅鸭面线。对，有些人会嫌太油的，她真的是那种不会怕油、不怕腻的那种女孩。很瘦。对，还那么瘦，对，她真的好瘦哦。她应该会断掉。对，会断腰是女孩。来个自拍，嘿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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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个自拍，嘿。我来个自拍。
哇，那我们女团呢，经过了大概四个小时的书画呢，终于差不多好一点点了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发，不要理他们，我们赶快走。哇，那我们现在呢来到了他们的拍摄现场啦、啊，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呢跟我们的导演钟伟会合。哎、欸，来啦！你几点来啦？很早就来。有没有觉得很孤单寂寞，觉得冷？因为一个人在这边等很久哈。超冷。真的假的？你昨天几点睡？昨天还要用这个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女团现在的状况。拍摄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爆笑的事情，让我们期待下集，也或许没有下集，让我们关注 Rainbow Girls 的 IG、 钟伟的 IG、 我的 IG， 也别忘了订阅阿德带你去哟。